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一类，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继隔离了三个月之后，第一次出来有一个踏青的活动。我们来到了位于 Richmond 的 Gary Point 公园吃烧烤。我们以为十二点来的时候没有人，结果来了以后连地儿都找不到了，人稍微的有点多，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这些车，很密密麻麻的车。所以今天这一期大家基本上会看到我们一直在吃吃吃喝喝喝玩玩玩。对，希望我们由这一期开始可以开启我们的大温地区夏日探索篇这一个新的篇章，不用一直宅在家里给大家录视频。我们要去烤肉了。哎，我感觉这个串好棒呀。哦，这个是我们从饭店里买的生串，我们点了羊腰鸡翅、羊腰串、鸡心、牛肝筋、鸡胗，还有一些蔬菜。这个师傅咋？来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被这个频道抛弃了。如果大家记不得奎子瑜是谁，请看奎子瑜跳舞，奎子瑜给大家调酒，奎子瑜唱歌，奎子瑜滑跪。现在奎子瑜先生现在开始撒料了，专业撒料。那我就很喜欢看这个手法。你再做一点吧，奎子瑜。烤的什么串啊？是羊肉串。羊肉串，干鸡胗吧。啊，快烫快烫。色香，不知道味。吃吃吃吃吃，那太棒了！吃我又不好意思吃。嗯，好好吃，好吃吗？嗯，但我不知道我拿了个什么东西。嗯，大兵那个腿长吃吗？啊，这个料好吃。开门，好吃是这样的。嗯，好香。嗯，它那种回收的那种方式。嗯，好棒，好吃。我们有神奇的疯狂烧烤。我们要不要付出点什么？没啥可付出的。付出，我来一串儿。好的。方一哲，羡慕你。哎呀，杜森，你玩300多小时，我都不知道杜森到底在玩些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在玩些什么。关键是设计岛屿，是不是不懂他们的世界？很多。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今年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我给他买了个 Switch。为啥呀？他再也不管我玩游戏。因为我每天沉迷动作，我现在已经不是很沉迷了。对，我也是。哇，你这个，你这条可以给广大男同志分享一下。应该换新游戏了。不，闭嘴。来，试个毒。我觉着他应该熟了。哎呦，哎呦，想尝。嗯，好吃。哇，这个料真的好棒啊。嗯。你在哪买的？有开这个吗？沃尔玛。不能这样说哈，你们要吃的腰子。我怎么觉得青春有你比烧烤油好看？是的，是的，确实是的。烧烤油好像被赛制坑了。我以前烧烤油导师是谁？罗志祥。我毕竟是偶像。罗志祥，哎呀，太挺好看了。罗志祥这不是杨杰最早第一期吧？罗志祥这不是有问题吗？时间管理出了问题。就能看见里面多少度啊？30块钱带，这是烤啥啊？羊串啊，还是怎么的？那刚开始，那我刚开始吃的是羊串啊。对啊，这不上大部队。别往这边买呀！不，你先不要往这边，这边没有火，不要来捣乱。你坐回来吧。被嫌弃。你去了好像比较被嫌弃，你有什么感想？感想就是懒得吃就行了。对，我觉得看我就理直气壮。A few moments later， 仔细听。这是三条狗，所以是三匹还是2匹？哎呀，3匹。哦，有没有悟到真谛？这个游戏逼疯了去向往的生活所有的嘉宾。一会来，再你走近一点，来我给你猜一个来。一会一个几匹嘛？这个应该是一匹。你总得有个说道吧？是有说道啊，就你得意会啊，就不是那么好意会的。你要分析一下有什么规律？对呀、啊，没什么规律，就是你在拍中，就是停，几匹？一匹。对，好，前腿后腿。哦，你是怎么想的？再来，那你再来一个，换一个吧，换一个，看看Chris鱼是不是悟出了真谛。听好了，几匹？2匹。不对，哦。掉好了，大。四匹，不对，不对，再来次。我拍的好疼，我还在那使劲做什么？对，你那么使劲儿干嘛？我不知道。再听一次。3匹，4匹。四匹。
好吃吗？你就放弃了，你不是想知道答案的吗？早上有没有吃到？有啊，有的，但不能说，只能意会，就是知道不能说出来的这个。我感觉这又像那个在斗狗。不是不是，哦对，是有这种感觉，但是不是，这是一个考观察力的游戏，这是开，这是关，那这是开还是关？卡住了，关啊。这是关。就你仔细看我，观察呀，这是开，这是关，啊，这是开还是关？开。好气的，一会儿要打我们了。好就是什么微动作，然后你那些动作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那两个微动作其实代表开和关。哦，有点到门那儿，有点这个意思。对对对，有这个意思。是耍赖人的意思。不不不不，这不是装。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啊，这是开，这是关，那这是开还是关？看你是开还是开。我已经开了。开一个呀！你看我全身，我还有哪能动？关。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做的开，这是肯定关。这个剧情跟想象的一模一样。你们真的不想求知一下吗？我问了你也不说呀。对，就是你再意会一下，再求知一下嘛。知道了，就失去的非常就30秒，你不解决的话，我的注意力只能啊，再给你夸张一点，这是开，这是关，那这是开还是关？对啊，开。我也是很没有包袱。嘴张开了吗？对。对。锦鲤马，你们按这个逻辑再想一下，好好听。锦鲤。暂停。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好听，认真听。七六批，对，可以吃了，好吧，就好了。